早餐先生，早餐弟弟，你好吗？我要介绍自己，我叫斯洛亚克，我今年42岁，我结咗婚，我有一个仔，我上帝日打暗杀是暗波，我地中暗杀暗空间，我的速度工作和白衣，我系今日中朝家人呢。我算未教，我唔识做药，但系我识煮做药。我以前做嘢喺香港，上面照顾 B B， 照顾老人家，仲买洗干净 O K， 收地马车，追送买送。我想做嘢喺香港人位。我要揾到啲錢俾我自己做我屋企人。唔該曬先生，唔該曬佢哋，再見，喺香港，拜拜。